十号选手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这个动作。介绍一下你的歌。我要唱那个 Slash 的 Starter。对啊，我不是讲过了。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唱这首歌？为什么？我想想。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，然后。我也觉得好听。好，谢谢。各位记得那个我们茶摊有赞助的茶水，在出口过去的右手边，还有好像还剩蛮多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前往取用。Thank you.